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同太空站交会对接，三个航天员顺利进入太空站。4 3 2 1，起火！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昨晚深夜成功发射升空。美国国防部估计，13年之后，中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比而家增加近3倍。各位早晨，我系容嘉耀。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三个航天员进驻中国太空站。神舟十五号三个航天员费仲龙、邓清明同张璐喺清晨7:30过后，逐个进入中国太空站。並且同站內嘅神十四航天員擁抱，神十四三個航天員已經喺太空站生活近6個月，兩個乘組將會共同生活大約5日，並且完成中國航天史上第一次在軌換更。神舟十五號早前入軌之後，喺清晨5:42成功同中國太空站天和核心艙前向端口對接，過程歷時6.5小時。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是在昨晚成功发射升空。5 4 3 2 1，起火！搭载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五运载火箭，夜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火箭升空大约2分钟，图一塔同火箭分离之后，助推器同一级火箭燃料耗尽，同二级火箭分离。在离开地球大气层之后，位于顶部的整流罩亦都同火箭分离。在升空后582秒，神十五载人飞船成功同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打开太阳能帆板。神舟十五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航天员之后打开面罩。我宣布神舟十五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执行神十五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在升空前大约3小时在问天阁广场领命出征。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大队航天员费俊龙，航天员邓清明，航天员张璐，出发。是。今次发射，当地气温低于摄氏-17°，直逼火箭发射的最低温条件。有不少民众亦都冒住严寒嚟欢送航天员。而神十四三名航天员亦都已经准备好迎接神十五，他哋将会实现中国航天史上第一次在轨换更。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翻嚟本港。清水湾一带的乡郊住宅过去2星期发生2宗入屋爆窃案，警方东九龙总区估计是同一个犯罪集团所为，看准这区住户的保安漏洞落手。昨天开始一连7日进行6空2空2地反爆窃行动。这两名匪徒企图入屋爆窃大食白果，大批警员赶到现场搜捕疑匪。我哋啱啱收到市民报案，头先响清水湾道同埋柏图径交界有一单企图爆窃，依家有2个在逃人士。大批机动部队、特遣队同埋军装警员入到附近嘅丛林追捕。亦都派出警犬同无人机协助。其实这场是将军澳警区联同东九龙总区进行的联合演习，飞行服务队亦都派出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搜索疑犯。
除了使用射灯之外，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也可以加装红外线热能探测器，方便警方可以找到一些可疑人物。最后由特遣队和机动部队发现匪徒，并且将他拘捕。警方说将军澳警区年初至今暂时录得35宗爆窃案，已经较去年全年的33宗多，当中香蕉的占比较多，有18宗。过去两个星期在清水湾道一带有2宗的爆窃案件，我们发现这班犯罪团伙专门选一些依山而建的屋苑埋手，他们会在山坡丛林做掩饰，在入黑之后就趁着户主不留意的时候入屋爆窃，最后沿着山坡逃去的。在这些案件里面，我们留意到贼人都会利用屋苑或者单位的保安漏洞，例如一些被人剪烂了的铁丝网或者一些没锁上的门窗入屋犯罪。警方亦都向附近居民和商店派发传单，提醒要时刻锁好门窗，防止匪徒有机可乘，又会加强巡逻，并且设置路障查车。无线电视记者吴雅轩报道。警方说今年头三季诈骗案数字按年升近四成，其中一个内地男人被呃了1500多万，年纪最小的受害人只有12岁。现在骗徒防不释放，我们一定要留意，五花八门奇招尽出，如果你贪小便宜。今年头三季整体罪案有超过49000宗，当中诈骗案占38%，有超过19000宗，即是每3宗罪案就有1宗属于诈骗，比去年同期多近四成，总损失高达65亿。当中求职诈骗案升幅最多，比去年同期多 2.26 倍，损失金额最大的一宗达到380万。一个37岁女人六月因为啱啱失业，心急搵工，见到请人碌卡买嘢，推高销售率赚佣金，结果一个星期里面赚了36次钱俾骗徒。电话骗案亦都升1.3倍，当中假冒官员占超过一半。一个26岁内地男人三月接到自称卫生署职员的骗徒来电，声称他同走私疫苗案件有关，先后多次转账至66个户口，一共被人呃了1540万。而年纪最小的电话骗案受害人只有12岁，是一个中一女学生。五月初收到假冒内地官员电话，说他洗黑钱，要求去到一间餐厅见调查员，期间索取他父母的电话。他爹哋妈咪咧就喺3点零钟嘅时候咧就接到骗徒嘅电话啦，就声称呢个女仔俾人绑架，就要求咧佢交咧800万嘅一个赎金。咁好彩爹哋妈咪聪明啦，报警求助。无论咩年纪都好，咩职业都好咧，其实咧都系有个电话上到网，骗徒就接触到你。为了宣传防骗信息，警方月中推出全民反诈测试海报、俄称免费送机票等等，吸引市民扫描海报上面的二维码，其实是登入反诈骗网站，提醒他们不要中招。我们现在就很正常地告诉你是骗局，但是骗子是不会这么做的，他很多时候就是会叫你登记啦，交出你的个人资料啦，然后我们就会最后联络你的，如果你得奖。咁你试谂下系几危险呢？警方亦都会派出宣传车，星期四开始一连三日到访港九新界，以播放歌曲、派发纪念品等嘅方式接触市民。无线电视记者邓洁莹报道。尖沙咀圣诞灯饰琴晚举行亮灯仪式，由东尖沙咀地产发展商联会主办闪烁尖东耀香江。在區內和海濱長廊一帶多棟大廈的外牆燈飾亮起，奪目的聖誕燈飾照耀維港兩岸，為即將來臨的聖誕和新年增添歡樂。美國國防部估計，中國到2035年擁有的核彈投訴量將會比現在增加近3倍，認為對美國國家安全帶來最重大挑戰。中方早前就批评美国捏造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无端指责中方在核力域的领略建设。美国国防部礼拜二发表2022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估计中国现在拥有超过400枚核弹头。去年报告就推算到2030年中国核弹头的数量将会增至1000枚，今年就估计到2035年会增加到大约是1500枚。So certainly, we would want to ensure from a
regional, global and regional stability standpoint, that we can maintain an open dialogue to ensure there's transparency and that we understand what the intent is behind this.报告指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和自由开放国际体系最重大和系统性的挑战。有引述国防官员说，中国的野心和意图越来越清晰，重要的是理解解放军的现代化轮廓，以总结他们所认为的战争和评估中方军事现代化目标。那个官员说，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元素是致力追求积累和扩展国家力量，令国际体系朝着更加有利于解放军政治体系和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转化。作为其中一部分，美方见到中国在印大地区更多胁迫和挑衅性行动，包括解放军船只和飞机的非安全和非专业行为。报告又提到，北京对台湾强化了外交、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说北京试图将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混为一谈，错误地描绘成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大陆对台湾主权的主张，并试图将对台胁迫行动合法化。对于美国过去二十几年每年发表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国国防部就批评美方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说报告罔顾事实，充斥偏见，妄议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捏造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无端指责中方在核领域的力量建设，强调中国军力发展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无线电视记者周海欣报道。俄罗斯取消与美国举行战略核武会谈。俄美原定在今个月29号到下个月6号在埃及开罗举行俄乌战事爆发以来第一次战略核武会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在筹备这场会议的时候没有顾及俄罗斯的优先事项，局势发展令到俄方别无选择，唯有取消会谈，强调这个是一个政治决定。俄罗斯外交部说，期望美方能够表达诚意，给会议可以在明年召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美方期待尽快举行会谈。星岛日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扩大青年宿舍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租用合适酒店或旅馆房间转为青年宿舍，五年内提供3000个宿位，去年年初启动计划。民政局副局长梁宏正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透露，酒店业界对计划反应踊跃，目前至少7区的酒店正在洽谈，包括铜锣湾、中西区、九龙城等等，期望去年第一季提供入住。他说政府优先考虑可以参与五年租期的酒店或者旅馆，等年轻人有明确居住时间。明报报道，全港中小学疫下近三年无全日课，教育局早前宣布小学学生两针率70%或以上可以申请全日面授。位于大埔的宝良局田家炳小学，全校学生两针接种率达到90%，下个礼拜一恢复全日课。校方提出五招过渡安排，包括饭后时间设功课和游戏时段，同学午膳的时候会在书台上加上隔板，同埋提供消毒用品等等。校长陈永贤说，若果安排成功消除家长和学生的忧虑，等学生习惯，预料出年正式恢复全日上课。又到中华略境时间，内地 5G 商用已经推出三年，极大方便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武汉有偏远的小渔村安装 5G 基站之后，村民行船的时候更加安全。武汉江夏区东方红村是三面环水的小渔村，开通 5G 之后，村民在湖面行船都可以打电话。大雾天晚上回不了家，有时导航偏离了，到了其他人家里去了，后来安装 5G 就感觉信号好了，定位到我现在能清楚了，回家就是要不担心了。新安装的 5G 基站高30多米，标志武汉乡村进入 5G 新时代。
累计投资15.7亿元，提前完成了全市近1800个新征程的城镇通5G的工作。而在广东江门，当地民政部门和电信营运商联合开发这个 5G 智慧养老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各机构资源共享和集中管理。发挥 5G 信息技术优势，探索互联网加养老模式，通过线上加线下双向联动的方式，打通社区养老精准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老人家享受服务更直接、更贴心、更便捷。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预计，内地 5G 网络建设投资到了2025年会达到12000亿元人民币，将会带动超过35000亿元相关投资，并且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职位。宝鲜电视记者陈宇桥报道。黑龙江有划长伞玩家，希望令到更多人在空中欣赏家乡独特的美景。近五年来，为近万人提供义务伴飞。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滑翔伞玩家张轩，正是为其他滑翔伞爱好者伴飞，一起体验在高空翱翔的刺激。大约10年前，一次意外令到张轩的左眼变盲，他一度没办法接受现实而自暴自弃。直到有一日，他无意中看到一条滑翔伞飞行者在天际翱翔的影片之后，对飞行产生了兴趣，于是决定学习滑翔伞。不过过程中遇过不少困难。首先就是家人的不理解，其次就是因为你毕竟现在是一个单眼视力。张轩其后在教练的配合下考到各级航空运动飞行执照，更加一次又一次挑战自己的极限，成为黑龙江省在西藏洋湖滑翔伞飞行第一人，黑龙江省动力伞零下30度挑战第一人。在一次滑翔伞上面，他俯瞰冰雪之城哈尔滨的著名景点太阳岛、冰雪大世界松花江的时候，他在空中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并产生了透过提供义务伴飞给更多人看到家乡独特美景的想法。张轩于是不断试验和改良滑翔伞，最终令到他可以在哈尔滨最低零下30度气温之下安全飞行。过去近5年时间，张轩伴飞了近10000名飞行爱好者，他们的年龄介乎8到76岁。结交了很多朋友，然后他们来找我，每个人来找我的心得就是说，我们飞机坐了太多次了，像这种敞篷飞机，然后看这种大雪景根本就没有见过。张轩说，义务伴飞不单止是为了给挑战者感受极限运动带来的刺激，更加是为了透过飞行运动激起年轻人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无线电视记者关可慧报道。吉林有非遗项目成篇传承人，不断改良创新传统技艺，编织出富家乡特色的成篇作品，我们一起看看。绕、拉、打结，一条红绳在他的巧手之下相互交织，不知不觉间一朵成篇梅花就完成了。作为吉林省级非遗成篇项目第四代传承人，徐晓雪童年的时候就对成篇产生了兴趣，和妈妈学习皮鞭、箩筐等成篇农业生产工具。结婚后又和作为成篇第三代传承人的奶奶精进手艺，经过不断改良创新，令到这项传统工艺焕发新的生机。从传统中国结、盘肠结，因为它是大的，但是您看到我现在做的都是比较精巧的，都特别特别的小。其实由大到小的转变，这个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徐晓雪的创新成篇作品目前已经有3000多款，其中多数作品的灵感来自家乡吉林的特色。我们吉林有什么呢？有长白山，有人参。属于东北三宝之一嘛，东北人参天下小，还有我们的茶干湖冬补，还有我们吉林是世界三大玉米黄金带之一。徐晓雪现时有700多个学员，将成篇文化传播到海内外。另外，佢仲创办社会企业，教授并且鼓励残障人士同埋农闲时嘅妇女制作成篇作品，并回收成品带动就业。无线电视记者冯庆慧报道。这是中华乐影报道员。
各位早晨，欢迎收睇《开市第一击》，同大家讲下外围方面消息。市场依家系观望紧咧，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嘅讲话。美股方面咧，隔晚走势系比较缺乏啲方向嘅。当中道指收市微升三点，纳指咧就要跌0.6%噶。至于港股方面，大家关注，寻日收市嘅时候咧，升到成超过900点，上翻18000点楼上。今朝早略为要低开咧63点噶。同大家跟进下咧，依家恒指嗰个最新市况啦。依家跌幅已经扩大到过百点，就系报喺18071点嘅吓，咁啊跌幅咧系有130点嘅，叫做仲系守得住18000点关口。分行指数、金融指数升，其他要跌嘅，总成交42亿几。睇埋嗰个期指表现啦，咁啊12月份啦吓，咁就系跌咧195点嘅。一月份咁啊跌咧22.8点过外，另外总成交方面啦，9000几张嘅有。咁数下咧就系最活跃港股开市之后嘅情况。建发国际咧，见到系大手移动，咁啊依家咧系移动紧9%，跌紧嘅吓，咁就系上咗去活跃港股第一位，咁跌咧挨近一成。友邦方面啦，暂时股价靠稳，腾讯跌4蚊，阿里巴巴跌1.5%，咁啊跌幅系2%过外。另外咧就系中国平安咁啊跌5毫子。數埋咧6至10位方面啦，美團咧而家跌緊咧係1.5%嘅，咁另外有啲衍生工具上咗榜噶，咁有兩隻都上咗榜嘅，咁我哋就報埋啦，第8位嘅就係只網易，暫時跌緊2%啦，咁京東集團咧都係跌緊2%嘅，咁啊喺活躍港股排第9位。咁睇埋個科指咯噃，頭先剛才見到啲重磅科技股普遍都係回啦，咁啊今日科指跌39點，報喺3656點。中概股方面咧，其實見到表現係相當好嘅喺美股方面。例如好似睇翻反映住中概股表現嘅納斯達克金融指數啦，咁就係升到成半息，亦都利好到今日咧啲中概股，即係喺美股都有上市嘅一啲股份咧，股價做好。當中就不理不理啦，喺美股度咧可以急升到成2%。咁就係下咪都見到咧，升幅有8%嘅，依家嚟到港股，咁啊，因為佢本身咧都公布咗第三季度嗰個業績係可以錄得咧虧損收窄，期內股東應佔虧損咧係大約咧17億人民幣，按年收窄咧就係36%，淨營業額咧總額就係升12%嘅，日均同埋月均嘅活躍用戶按年都升到25%。咁啊，暫時咧佢不理不理啦，仲有8%進帳，不過其實今朝早咧啱啱開市嗰刻咧，曾經升過成10%添嘅。咁啊，至於其他中概股，咁啊依家繼續做好啦，咁啊價就唔詳細報啦。咁啊睇埋個別公司消息啦，咁啊就係匯控方面今朝市場焦點之一，就宣布以咧135億加元，相當於大約780億港元出售加拿大業務，就係俾咧加拿大皇家銀行嘅，預期交易將會喺2023年年底完成噶。咁啊將會令到咧匯豐生產大約咧係57億美元除稅前利潤。另一方面啦，董事會話考慮派發一次性嘅股息，或者咧係用股份回購嚇，咁就話要回饋翻啲股東。股價向好，升緊2%。阿里影業方面出咗業績，中期虧損收窄。截至到9月底咧，咁中期虧損咧係近咧2232萬人民幣，按年係收窄到成58%，收入就升到34%，利好股價升到50%啊！即金宇集團啦，咁啊暫時見到咧跌緊1% 嘅，咁佢旗下嘅公司咧就係競投奪得北京市其中一個土地開發項目㗎，涉及金額係32億人民幣，幫唔到股價啦。中創新鴻跟進埋，依家跌幅咧升幅有挨近2%嘅，咁佢就係內地電動車電池生產商嚟㗎，就被法院裁定咧侵犯同業寧德時代嘅專利啊嚇，咁啊依家見到跌咧緊1.9%嘅。咁啊，另一方面咧，寧德時代啦嚇，咁佢嗰度就都提到咧，有關專利產品咧係需要賠償咧近300萬人民幣，咁就係法院嗰度就話要求要去立即停止銷售咁樣嘅。商湯方面都有消息，咁啊多個主要股東咧就延長金手承諾，就包括主席徐立啦，同埋多名董事承諾由下個月底開始嘅2年內咧唔會減持股份，就強調上市嚟都冇減持。好似消息帶動到股價都有咧挨近50%進漲。
跟進埋啲疫苗相關類嘅同埋啲消費類嘅股份先啦嚇。咁啊就係咧，國家衛健委尋日就要求內地防疫封控管理咧係要快封快解，應解盡解，咁啊減少咧因為疫情俾群眾帶嚟嘅不便，咁啊要持續整治層層加碼，對群眾嘅合理訴求同埋及時回應解決等等。嗱咁啊呢兩日咧啲內地消費類嘅股份都係連續兩日反彈啦，咁啊今日似乎有個回吐嘅壓力喺度啦。嗱海底撈959啦，跌幅咧0.7%到2.5%不等嘅。海倫斯跌3% 過外，另外兩隻啤酒股都要跌超過1%。咁啊，依家跟埋啲疫苗股咯，咁啊就暫時個別發展嘅。嗱，國家衛健委尋日就要求要加快推進新冠個病毒疫苗接種啦，咁啊特別係話老年人接種。咁啊，尋日啲疫苗類嘅股份咧嚇有追捧噶嘛，不過今日只康熙諾啦，同埋只復星啊、歌麗製藥咧都要略為回一回啦，咁啊跌幅1%-2%不等嘅，係只三葉草生物同埋君實生物咧有得升。睇埋內房，尋日升得好嘅內房股咧，主要受到內地持續推出利好樓市措施支持。中證監又公布咗咧第三支箭，即係五大措施，咁就係支持內房融資啊嘛。今日見到啲股份啦，即係內房股就個別發展嘅啫，係碧桂園同埋即係融創有得升，龍湖反而要跌。但係咧嗱，內地就加強之前內房融資之後咧，呢只龍湖啦嚇，咁佢就係發行咧呢個叫做境內債券，集資咧就係20億人民幣。咁啊，不過消息幫唔到佢手啦。咁啊，暫時股價跌緊0.4%。萬科同碧桂園服務咁啊，都係要跌嘅0.7%到1%左右跌幅。呢一節嘅開始第一集報道完再會。大家好，我是周海欣。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和中国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交配对接，三个航天员进驻中国太空站，和神十四三个航天员实现首次太空会师。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在清晨5:42成功和中国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对接，过程历时6.5小时。在確認氣壓正常之後，神十五和神十四在清晨7:30過後分別打開軌道艙和節點艙艙門。神十五三個航天員費俊龍、鄧清明和張陸逐個進入中國太空站，並同站內的神十四航天員擁抱。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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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半年沒見，終於來了。第一次實現太空站6個型號艙段組合體結構，同6個航天員在軌駐留的太空會師。神十四三個航天員已經在太空站生活近6個月，兩個成組將會共同生活大約5日，並完成中國航天史上第一次在軌換更。中國空間站永遠值得期待。無線電視記者姜明柱報導。中国太空站首度迎来6个航天员同时在轨生活，踏出太空站全天候有人驻留的第一步，航天专家认为意义重大。神舟十五号三名航天员将会同正在太空站驻留的神十四团队在轨换更。航天专家说，卫生设备、睡眠区等的硬件已经准备好，但今次是首次实际应用软件部分。首先呢，它是验证了我们空间站在设计之初就具备短期支持两个层组同时在轨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对于环控、热控还有再生生保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验证。他又认为面对面换更有助航天员适应太空站环境。这五天呢，它的意义重大，就是面对面的开展工作还有生活上一些注意事项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可以说呢，对我们第一次进入空间站组合体的这个层组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双方亦都会就物资情况、实验项目等进行交接，之后神十四将会重点准备返回地球的工作，神十五就会进行状态设置以及在轨环境适应。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再多两个女人在美容院接受肉毒杆菌注射之后怀疑中毒，正在医院留医，情况稳定。同一家美容院近日已经发生过同类的问题，
有皮肤科医生说，身体不同地方在接受注射之后都有机会出现副作用，提醒要先了解风险。两个42岁的女病人过往健康良好，分别在今个月7号和10号去到佐敦这间美容院在两边面注射肉毒杆菌，之后相继出现嘴角僵硬、视力模糊、言语不清、麻痹和气促等等。星期一去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入院。经临床诊断，怀疑医源性肉毒中毒，目前情况稳定。这间美容院上个星期也有一个女人接受完肉毒杆菌注射之后怀疑中毒，医生就认为或者同肉毒杆菌未有妥善存放有关。有皮肤科医生就估计注射剂量过多，气息得不够，或者注射的位置出现偏差，渗流去到呼吸系统，都有机会出现中毒。身体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副作用机会的，但一般来说，如果在面部方面最主要要小心一点眼睛附近，因为如果打眼睛附近的时候，它打得太盲眼睛的时候，有机会那些肉毒杆菌素是有机会渗透眼睛附近的肌肉，从而引致眼睛下垂的。肉毒杆菌现在在香港属于注册药物，但卫生署提醒市民在注射之前应该先了解潜在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果曾经对肉毒杆菌毒素过敏，或者打算注射的部位有感染发炎，就不应该注射，也都应该只是由注册医生处方和注射。无线电视记者钟卓希报道。香港文化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合办展览，118组的展品以中国古代女性文物为主题，讲解他们的时尚变化和才艺等等，全部都是第一次在本港亮相。寻寻觅觅就是为了寻找他们的身影。古代女性知书达礼，同样活泼好动。这幅长超过13米的古代仕女行乐图是国家一级文物，穿过竹林、庭园等等20几个场景，可以见到她们玩千秋、投壶。展览更加将画入面的场景变成动画。古代女性亦都追求时尚，这个金朝冠是以金和宝石制作而成，是有封号的妇女出席隆重场合所戴的头饰。这个汉代的梳妆盒入面收埋了7个形象不一的小盒仔，可以用来放胭脂和首饰等等。咁嚟到展览呢一度咧，就可以试玩呢一个互动装置，咁拣选唔同朝代嘅妆容同埋饰品等等，咁帮装置入边嘅女仔嚟个大翻身。展品仲包括古代女性嘅刺绣作品，呢一个观音像刺绣就系用人嘅头发作为丝线。刺绣品啊，呢啲咁高质素嘅工艺品或者艺术品咧，其实调翻转头啦。真係可能 99% 都係女性嘅作品嚟嘅，呢樣嘢喺以前嘅藝術史裏面係唔會咁樣去演繹嘅。館方話喺疫情下同南京博物院合辦展覽，遇到唔少嘅挑戰。呢、這個展覽裡面即係好多一級嘅文物啦，咁樣嚇，咁所以喺點收過程咧係特別長時間嘅。初初都好擔心咧，我哋喺即係今年內咧係開唔切嘅，因為之前亦都有呢一個嘅即係運輸上面啊，佢哋又冇開啦，有啲咧就係有啲 blockage 啦咁樣。今次展覽共有118組文物，全部都係第一次喺本港亮相，當中21組係國家一級文物。市民可以在星期三起至到2月27号到位于沙田的文化博物馆参观。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转下啲财经消息，阿里影业在截至9月底的半年亏损按年收窄，蚀2200多万人民币，经调整的除息税、折旧和摊销前日利，即是 EBITDA 扭亏为盈，赚近1亿5000万人民币，收入按年升34%，去到超过18亿人民币。公司预计出年会以内部资源为影视作品的业务计划提供资金，但是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亦都可能寻求外部财务资助。外汇基金第三季是超过1000亿。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上季投资亏损1001亿，主要资产类别都是录得亏损，
当中香港股票蚀273亿，其他股票蚀192亿，债券和外汇分别蚀228和308亿。头三季合计外汇基金蚀2655亿。金管局预计，如果美国下个月继续加息，港元可能会再度转弱，资金流出港元。由于年结的原因，近期港元一个月拆息高过美息，反映联系汇率是运作良好。转睇下，俄乌战事持续超过九个月，北约召开外长会议，重申会坚定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又话俄罗斯无法阻止北约扩张。俄罗斯就警告美国不要再深入支援乌克兰，否则会有可怕的后果。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发放片段，显示俄军和白俄罗斯军队在白俄境内举行联合军演，说两国军队要加强训练对抗假想敌人。白俄国防部上个月说，大约有9000名俄军驻扎当地协助保护白俄边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早前说，两国在白俄接壤乌克兰边境部署军队是要防范乌克兰和西方的威胁。自二月俄乌开战至今，俄罗斯一直批评西方军事援助乌克兰令冲突延长。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说，已经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美方升级和更深入参与这场冲突会有可怕的后果，而这个风险正在增加。到罗马尼亚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俄罗斯将黑海变成战区，强调会加强北约在黑海以至波罗的海的部署。北约外长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俄罗斯的行为不可以接受，包括能源勒索、鲁莽的核言论，都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会坚定支持乌克兰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协助乌克兰修复被俄军破坏的能源基建设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彭贝格说，乌克兰终有一日会加入北约，俄罗斯无法阻止北约扩张。有份出席会议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要求西方国家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和变压器，以保护基建免受俄军导弹袭击和修复受损的电网。乌克兰继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援。第一夫人奥莱娜到英国国会发表演说，指控俄军在战场上有系统和公开地以性暴力作武器，强调乌克兰不会投降，除了会打赢这场战事，还要公义得以伸张。奥莱娜又到白金汉宫出席联合国活动，和英国皇后卡维拉、比利时皇后马蒂尔德等皇室成员会面。无线电视记者李泽浩报道。英国有化验所去年错误将近40000个阳性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列为阴性，导致最少23人染疫死亡。英国卫生安全局发表报告，说英格兰中部伍尔弗汉普顿的一间私营化验所，去年9至10月错误将大约39000个本应是阳性的检测样本列为阴性，导致这些患者未能够及时隔离，加剧病毒扩散，造成额外55000人染疫，其中23人因病死亡。报告说是化验所员工在设定测试结果标准上出错，并认为没有单一措施可以预防私营化验发生同类的事件。涉事化验所是前年创立，自去年10月中发现检测报告出错之后暂停检测。明报社评，行政长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港区国安法条文。大律师公会主席指出，人大释法乃是按机制处理，看不到同司法独立有很大关系。人大常委就此行使立法解释权，并非代替香港司法机构判案，而是完善国安制度建设。精准操刀，避免大范围一刀切，可以减少对本港司法传统的影响。一边牢牢维护国安，一边方便香港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司法优势，推动国际法律争议解决中心建设，为国家发展出力。大公报社评，终审法院就黎智英聘请外国大状一案的判决，未能够正确理解国安法的宪制地位。
行政长官李家超依法履职，向中央提交报告，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有关决定彰显了国安委的宪制地位和角色，对确保国安法全面准确实施、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关键作用。星岛日报社论，特首李家超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引起社会好大回响。人大最快下个月进行释法，各界期望人大解释范围不要太广，只是针对一些少疏漏处作出纠正，给本港法院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责任之余，亦都可以继续维持法治精神和保障司法独立。转头回来另一节新闻。